啊，好，我现在进入 Emily 的账号。哎，玩辅助，这够真的吧？啊？哎，没有，我爆了，我的。Emily 看到我进去了吗？哎，等等，没有给网址你哦。你登进去了吗？我登进去啦。好。Emily 请看，让我偷偷帮你去表白，啊、嗯！表什么白啊？里面有一半都不是我不认识的。哇塞，好多符文页啊！你好爽啊！随便配，随便花，真的是好爽啊！你好多符文页啊！哇，太乙很多，好多钱啊！对，太乙有四五万块钱。可以用的吗？可以啊，我就配两个了，我就配一个 AP 辅助跟配一个塔里克辅助就 OK 了。哎，他妈的，他什么 AD 都有啊？什么 AD 都有还是什么 AD 都没有啊？你说清楚点。什么 AD 都有。嗯？我妈的，他有病啊他。怎么了？二十九攻速哎，那是我配的，打野用的。OK， 看一下 Emily 可使用，有安妮，有 Morgana 吗？有塔里克吗？哇 ，Emily 没有塔里克哎，你可以买啊，我帮你买，才450哎，好贵啊，450。对吧？有没有不对，是一三，哎，买了。Emily 是有钱的，我不是有联盟币。对对对，你是有钱的。我拉你啊，太一。我就 support 跟中路吧，这样子肯定不会排到了。对我们这么多中路，他不会给中路我们的吧？你看我多真。要玩里奥娜吗？我觉得里奥娜不太好 carry。随便玩，随便赢啊，各认真打。好。我很久没有打英雄联盟了。你们没打，我就自己拍。你知道刚才我跟布丁打了一把，对面中路是个很会玩的死哥，然后死哥一到六那一刻，他一开大招。我们队友死了四个，除了我之外，嗯。Emily 今天有很累吗？今天台湾好像也很潮湿，也很冷吧？累啊！我明天上完班就休假了。那么爽，好，我们会在你休假之前把它打到银牌的，然后你就可以有多点。选择的权利了，耶！辅助。我明天就可以跟你们一起排。我哪喝的？哎，我先是拿角色，对不对？拿角色啊。哎 ，Emily 可以看一下，你会玩安妮辅助吗 ？Emily。啊？你会玩安妮？我不会玩安妮。一看就知道是代打。惨了，我的符文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不到，就是有点 bug， 我去不到我自己的符文页。为啥？嗯，我边看边吹头发。哎，我禁用英雄了，先把坦肯器给搬掉。可以啊，你随便闪音。你可以安妮，这。我刚才没调好哎，我的 AP 不够高哎，为什么我还要八点魔法防御？不对啊！哎，无所谓了，就这个吧。我们玩安妮辅助的
目标就是要比 ADC 打的伤害要高，人头要抢 ADC 的。嗯。哎，等等，那我调下符文了，原来是这样。为什么是魔法防御？难道因为 Emily 不够？不对啊，有啊，是我自己的问题。好，再来，来，哇，好快啊！仔仔 ，confirm，click，click，、嗯、ready。看很久了。现在可以不用滑鼠点了，现在可以趴，就是用回车键了。怎么？现在你可以就是用 keyboard 就打 enter 就可以了。不行啊，不行啊。行吗？不行。有人告诉我可以啊，这新版本。哇塞，排不到人了。对，虽然是同，但其实是精英。对面不敢跟我们打哎。对啊。对面已经知道是我们了，这就是快了你妈的有病啊耶、yeah, 我是辅助耶、欸、耶、yeah 欸、我们你要记得我们两个要打一整队对啊所以我就选一支中单啦哎、欸、你不要犯了好吗不要犯太废了都选啦、啊、认真的话就对不对对啊狼不狼狼不哇好多好多 AD 他的 AD 比我还要多啊等一下这个是 6.1 还是 6.2 啊 ?6.1 那我点雷射好了哎等等吓死我我还以为到我班英雄了他刚才提醒我说你再不班要死了耶、yeah! OKOKOK、okay, okay, okay.你怕什么？我没有怕，没差。我也是啊。蒙刀啊。OK。其实我只怕乌龟啊，可是没有在编这只的。啊哈！我怕，挺怕伊洛奇的。布丁在说什么啊？什么？不然马上被检举。他说什么？我不懂。我也不懂哎、欸。哪里啊？什么意思？检举什么？Emily， 你有个朋友说话啊、哦，叫普罗猫，他说你开始了，感叹号，感叹号。嗯。哦，不用理他，我的朋友都不用理他。嗯。原来 Emily 就平时是这样对朋友的，就是不用理他。然后不，我帮你回一句，我在吹头发。莱斯，你在玩呢？你又在吹头发？然后吹完头发了之后，我告诉他我去洗澡。然后我说我在吹头发。然后再他再问的话，就说我在修指甲。啊，反正 Emily 你看得到我的界面的啊，我没有帮你瞎说话的啊。无所谓啊，你可以乱讲。你知道吗？最好玩是看到那些就说，哎呀，看来 Emily 是蛮懒的，她没有标记谁是谁。有啊，你们我有哎、欸。我看一下，
你们的上面的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都是我认识的。啊，仔仔仔仔小号 Larry， 苹果之地，财富，天皇包。Dick， 你就根本就没有注视啊，大师兄。Dick， 我要怎么注视？他就是 Dick 啊。男神台太傅小号小傅 ，Barry， 温敏没有注视，尹爷没有注视，我小号没有注视。那个我认得，我就没有注视了。啊！对呀，我的那一个你不认得啊、哦，那么简单。仔仔小号。刚开始。一开始，哎，队友，我改名字，我 Max 问你回来喽，哎，惨了，我觉得我这样子偷看大家私隐不是很好啊，无所谓啊，这又没有什么私隐的，哎，白痴，他们用格雷夫人最废的对线最废的，只是个游戏而已，又不是什么影响密码。好，终于可以开始有抓游戏了吗？我很兴奋哎。阿萨西现在才回我。Hello。嗨。如何？我账号借他们了。你账号借他们了、啊？他们本来要跟我玩。但是 Emily 是同学。对，可是我是同牌，所以我们少一个可以跟同牌玩的账号。然后你不给我。我？对啊。没有，我刚刚不在啊。那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不给你？那又不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我刚刚不在电脑前面啊。那我跳啊！不要了，不要了，我要吹头发。那你穿头发，我再给你打。但你自己打 BO 啊，感觉多爽、啊。不，是让他俩自己打 BO 最后那一把。而且是我们先打前三十分钟，然后。等领先了三十个头，然后叫 Emily， 你可以上去了。你对他都这么没信心啊？哎，可是你要用可以，反正我也没什么服务。OK 了，够了，可以啊，够了。我那个感觉不需要符文跟天赋就可以打了。我只是最早上 S3 还 S4 用到现在，根本没有动。可以啊，够了。你只需要给我一只安妮，我就可以给你一只熊。你就说只要给你一只安妮，你就给我全世界呢。想了想，还是不要那么大口气比较好。没有，那全世界可以是崩坏的世界啊。那、no. 看一下，所以你们还要吗？要。啊。哎，对面 support 带的是时光之力，他前几集都还是很脆的，虽然他盾会有100多。但是我要想一下，我账号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吧。干，没有人去看哎、欸。我们也去。Emily 在吗？还吹头发了。吹头发。他估计是在的，只是没开麦而已吧。大卫回来。哎，哇塞，哎，这东西在这哎。为什么他那个 Hammerdinger's Botlane， 哇、wow, They want to chase us， 小心哎。他们换线，那更加好啊，打死他、啊。一定爆啊他。他是想什么？他已经放到炮台了，对面换线。不是哦，我靠！什么？哦，对面格雷夫 jungle， 对面这两只奇怪东西下路。妈的！哇妈的！他全 AP 哦。对了，他全 AP 哦。有够低端的。我插不了眼了，怎么？我摁不了四哎，那我插不了眼。
bug 了哎。好奇怪，感觉这样打。我插不了眼。我插的。操你妈的！他突然自己死了。Hello。我在你在干嘛？按那个界面呢，很奇怪那界面。操你妈的！对吧？应该 OK 啊。TP 没闪现，没闪现。他想杀你哦，你回家我吃冰也可以。Emily， 你的东西不是哦？为什么你的？哎 ，Emily， 你的这个茧怎么放的？为什么不在附在四上面？刚才一开始，我的 trinket 有了，刚才 trinket 没有 hotkey， 奇怪。感觉要硬上很难啊，吃兵吧，反正对面吃兵肯定比你少，到六再杀一波，或者说等他，这样的炮台，给我一支兵。大眉毛啊！嗯，杀吗？可以杀呀、后面，往后面。我后面爆了，啊！再说了，拜拜。对啊，我先走。他绕那么大个圈干嘛？不知道，你小心他，他爆了。这个不错。被卡住啊！到不了。不行啊！被卡住啊！嗯，这个兵已经在推了，我就推了。你推啊！哎，他又回来。哦，还在动界面，很多很多东西很奇怪，他的东西。那我要吸经验，我吸经验而已。不是、okay. 我按你的，我从来都不按你。OK OK， 他们要 camp 让他 camp 吧。但是这个线有点难受，你会。没差。他推他们推很快啊，我大概还差两波兵到六，到六就可以秒掉了，然后这个 Hamdinger 就会知道他那只英雄有多废了。他开始推了，很好。妈的，干嘛？干嘛？白痴啊！我就不想跟他打、欸。走开啊，中路！不要不要不要！走开了，不用他。
下饭局，就好好吃兵就可以了。闪现35，对面应该差不多。下波兵到6，下波兵第二只吧。我快到6了耶，一只兵到6，一只兵就可以上对面还没领导了。干嘛？干嘛？好烦哦！D端好喜欢点呢。他们别做那么明显好不好 ？Holy shit！ 走开啦！走开啦！我要剪头。我都说我要剪头。走得开吗你 ？Yeah, baby。这个我单杀啦，可以啊，我有啊，对，你有助攻，你去吃兵吧，我去吃龙。我也差点了，妈的，好烦呢、啊。他多少血？他血蛮多的，越不了。哎，又缠上了。啊、哦，我走了，走了。对面不可能杀到你啊！我知道啊，我什么都要啊。OK， 我出了 support 装了。我的熊 CD 75。对面刚才对面 Hammerdinger 还有闪现，他什么都没叫就已经死掉了。你这兵吧，反正兵我吃不了啊。你直接退掉都可以。要上我可以直接上，还是说？我也可以啊。OK， 杀吧，这边 support 才5级。他要杀我，我靠！他对面这个应该杀死吧 ？OK， nice！ 哇，这炮台怎么还有功能？哦哦，操你妈！那炮台就射我两下，我才死。OK， 我出深渊，对面这个阵容，只要我不被秒就好了。我刚才连熊都没有，对面用了大招，哎，我有熊啊，这个。刚刚用了2只大招，加入没闪呢，哎，啊，你吃兵吧，好烦啊！无所谓啊，待会儿对面阵容会很烂。OK， 不要用打啊！不用啊，肯定。射爆大炮台，可以带吧？我可以啊。把线推进去吧，或者说如果他走到我的熊范围里面，就是打他。你的大叫我大引爆啊！不用你的大、啊。不行，我要偷偷啊！妈的，又偷不了。啊、哦，拜拜！妈的，好烦啊！我刚才没有人成功 juggle 掉，后面有人呐、啊，不然我就不冲进去了。耶、嗯！ Yeah. 他有跳啊，插眼跳啊！哇！啊、哦，废物！他根本不会玩凯特啊！他可以插眼跳啊！闪现跟大招都是70秒。哎，这对吧？我们一直在走路。哈
好烦啊，是好不习惯打这种这无厘头的组合，最无厘头的那一种。欸，他要踩我的红眼啊。你看他们都很爱点防盗石，我都看了一点，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又看。靠！哇，这个牛哎，对面格雷夫又来了，对面什么一堆人来啊？哎，格雷夫在后面，哎，你这里。我知道啊，懂啊。拼什么？这些人在干嘛？赵信直接开大。这个是送头哦。OK， 我有闪现大招，对面那个谁没有闪现，很容易杀。Holy shit！逼什么呀？个废物哎！我这个账号很容易被骂。哎，可以杀，可以杀，再带你出来，我们就杀。OK 啦，我放鬼了。我不在啊，他不在啊。不行啊，不行啊，他们很多人。不行啊！干掉啊！哇，对面打野一个头，哎，我们的 OK， 出张无防鞋。对面好爱蹲下路哎！对面其实现在肥的就只有格雷夫一只。放鬼！两只。三只啊！我知道。就是草里面两只啊！妈的，点点点！你们我们烧长期打，哎，你们好烦哦！哇靠，这么远！哎，我可以挂吗？哎，你不是要帮 Emily 赢吗？哇靠！干点事，嗯，不爱擦眼，我不懂哎。仔仔不用，继续打，继续打。刷预算正常 ，OK。点他，到我点他了。这边格雷夫在上路。
敢打。哎，谁来？要不我只能帮你推出去啊，不推出去。妈的，又是这边，烦到死哎、欸！嗨，嗨、啊，好烦哦。其他线根本没压力，妈的打野就是在打、啊。他要去死了。我市场崩溃了，我靠，对面又来了几个人下路，敢给我直接输掉这一局啊，不要，有种他们就在我对面队，妈的，容易赢啊，下路我有大我有闪，我知道，可是我就不想给他们赢，你妈的烦到他们赢一局那么难，我赢一局那么我没差，哎呀，我帮你砍掉了，爽不爽？靠！要吧？啊，十个，他，妈的，他们单打简单了，两个，上个打两个有多难啊？我长期打三四个人呢、欸。妈的，直接放大去那里啦，怕什么？哇！哎，我去打上路了，妈的！对啊，开大，莫非那个开大？哇！然后这个在干嘛？非常很不乐观。不是说很不乐观，是队友很笨。哇！就是队友，他们都不来支援，很烦，是他们很烦。然后我给他们点到我自己没有理智了，我已经没有在看地图，我连兵都没有好好弄过哎、欸。没有啊，这边就是不想让你发育那种啊。他们在整你？没有啊，我把那个正音了。哦，黑米，嗯，我连标记那个声音都没有了。来，对面红 buff 是你有红 buff。我五秒大招，五四三二一，你中路 gank 吗？哎嘿嘿，要干嘛？在这里等赶来付啊。好啊。我觉得我不用出代大招吧，不用啊。哎妈的，人呢？对面在吃龙吧？他们不要打这只啊！我也不想打。对面在吃龙啊！张雷夫在家、啊。
过来这边了喂。不至于啊。他们死是他们死啊。脚头都可以捡啊。对不对？而且我没有鬼了，还有没有大招？哎，他过堂大你，走吧。你觉得什么？如果你在的话，我就不抢你兵；不是你的话，就抢他们兵了。我感觉跟着他要死，不能跟他走。这边有可能带我们下野区哦，这边都小心。嗯，我还有九秒有，其实我有大，石头人过来就可以打。准备怎么上呢？这个在干嘛？哎，这个打野跟中路真的是有点问题。Oh shit！靠，他害你哦！哇靠，他害你。中路了，放他们还走不走？追他到。挨着你，我有闪现，但是不想为他浪费闪现。漂亮！啊！我靠！他有那个魔法盾嘞，
还有大招哎、欸。找不到你了。The fuck？ 暴击了吗你？对面要去抓你哦。你看是谁的位置不够好的？熊死好快、欸、
喂，喂，你啲麦开唔到喎。喂，讲嘢啊喂。Hello。喂，讲嘢啊！喂，仔仔，听唔到你讲嘢啊！Hello。OK， Emily。说话说话说话。喂喂，这个游戏跟 RC 是一样的死哦。该的吧，你有看吗？我们好惨啊。
有啊，你。